先善待这身体，灵魂才相遇。让大家等了一个星期，身体告诉我，这是我们相遇最好的时辰。你们还好吗？好吗？这边的朋友好吗？我也很好，我也很好。不过之前为了要先善待这身体，所以独善其身了，让大家又多等了一个星期。在这边真的要一一的跟大家致歉，因为多等了这一周，我知道造成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困扰麻烦，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金钱上时间上都有非常多的损失，然后让大家有一些情绪的波动，但是还是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还是在这里看到大家了，谢谢。上次开唱在台北是2020年，一转眼就两年了。这两年我每天都很期待可以再把一一这个演唱会，每一首歌都是我心目中的宝贝，我想要把它们一一的唱出来，一一的表达出自己的心情。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这么久，我自己在唱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真的心有戚戚焉，尤其是上个礼拜，其实独善其身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自己很 gay 佬，高八度的唱这样，所以在唱 A1 的时候其实上礼拜是很讽刺的，就是要善待着身体灵魂才相遇，可是我唱不出声音那个，所以昨天彩排的时候唱完独善其身的第一遍歌，我就在内心，我不是在内心，我好像有不小心小声的讲出来 yes， 因为我做到了，我的声音有稍微回来了，就觉得很安心了。那么你就去问吧，问风问浪问星问鸟问钟，问所有逃逸的事物，问所有声音的声音，问所有滚动的石头啊，